请问商品今天要很多钱直接带走？我回国带走。但是你好像有商品多吗？人呢在桃园国际机场，然后要准备前往香港。在出发去香港之前呢，我其实真的每次出国呢都会去深恒昌买免税商品，然后这次呢非常荣幸受到深恒昌的邀请。你只要在航班前的7天到4小时内呢，到他们的运购网上面下单，出境登机前呢去他们的提货柜台提领就可以了。那你就说东西那么重，我不想要带出国，没有关系，你直接到提货柜台办理回国提领，就是其实你只要写一个单据，然后跟他们讲说我要回国再领，那到时候呢回国你就可以把你在网站上面预购的商品呢回国的时候直接带回家，就不用重重的带出国了。终于回到台北，好累。回国第一件事情要去深恒昌把我的免税商品拿出来。